欢迎来到今天的看图说话。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词组是关于学习用品。下面我们就开始吧。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四个学习用品就罗列在这里。接下来我们就依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吧。背包 ,backpack, 背包Backpack, 背包 ,backpack, 铅笔 ,pencil, 铅笔 ,pencil, 铅笔 ,pencil, 橡皮擦 ,eraser,橡皮擦 ,eraser, 橡皮擦 ,eraser, 直尺 ,ruler, 直尺 ,ruler, 直尺 ,ruler, 好了。最后我们把今天学过的四个学习用品再给大家复习一遍。背包 ,backpack, 铅笔 ,pencil, 橡皮擦 ,eraser, 直尺 ,ruler。这边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,backpack 所对应的是背包，但是在学习用品中，背包我们在汉语中用作学习放书的背包，我们称作为书包。好了，今天的看图说话就到这里，大家都学会了吗？我们下回见，再见。